也不是啦，也不是说他本来一个家庭就你五张少一张还可以容忍，你现在三张这样子，人家大家怎么那个？少买两张票，影迷几乎翻脸。为了买《海角七号》电影票，民众爆发口角。《海角七号》热度，屏东人也招架不住，排队人龙超过100公尺，有人甚至凌晨5点就来排队。小朋友很想看嘛、啊，他听他们老师讲说蛮好看的，他们很期待。高雄又太远了，所以这里屏东，然后又100块钱一张票，觉得非常适合。屏东县没有院线电影院，海角七号屏东县取景，屏东人看不到电影实在说不过去。县府洽商电影公司在屏东中正艺术馆放映4场，每张电影票只要100元，3300张不到2个小时销售一空。对乡亲希望县政府卡去快点呢，我们看快点看到电影哈、哦。那可是呢，屏东又没有首轮的电影院，所以乡亲是希望说县府快点把这个影片引进哈、哦，让他们先睹为快。想要买票的人太多，连县府员工都买不到票。为了让屏东人都能看到《海角七号》，县府决定加印2场。不过这回不开放预售，全部现场排队。想一睹《海角七号》的民众，可得手脚加快。中年新闻张春华、张玉兴，屏东报道。